发表一下自己喜提帅哥一枚的心情。非常激动。哇！对不起，又以为是在采访呢。不，不洗手啊，弟啊。哎，哪头是正面啊？当然是那头啊，哥哥。鱼龙没见过啊？没见过。你见过鱼龙？我俩以前关系好。前呢，我们有请白敬亭和范丞丞接受今天的两个特别的任务。我手上呢有两份观岭化石群四个点和对应知识的解说词，你们两位将给大家一路讲解。任何一个点跟卡片上的介绍不同，那么所有出发团的成员要回到起点，重新开始。有没有问题？ 还有问题，多吗？哎呦，多少片啊？两大张。你们录吧，就是生不让我们张嘴。你俩走，那咱订票了。那咱其他人挤挤一个车走吧。这是给童哥的吧？我就是记忆的活化石。<笑> 俩人这偶像包袱都是一样的，看书都在这样的。小白应该行啊，哥，你看看，小白应该够呛。这个词儿量，我基本上不是他全专业术语、数字啥的都是。啊，那你以为那片汤话用他们记？ 我给你记点数字的。今儿你记词行啊？我特别快，但是我忘了特别快，就十分钟全忘。我也是，我一段词背好几天。这把整段背下来啊？咱想替我分担一下？你脑子好，你脑子好使。那就分吧。咱仨把第一段分一下，要不？可以。哥哥，大家都在背，咱俩不会。合适。我不是不帮你们，我看不清这小字儿。<笑>走吧，走，出发。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群。哎呀，今天在北京老打球吗？ 他打得多，他也老问我打不打。你们是打全场打半场？全场没那么累，半场不动不好意思。全场你可以溜。有机会我切磋一下你俩。行啊，切不了，他有点厉害。可不嘛。走吧，走 ，Let's go。 来哟来哟喂！我说话声音很低啊，但是我唱歌比现在的声音要高很多。对，这个就是有换声点。我就是换声不行，就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我在换那个假声。我就不会用假声的，假声感觉就卡，对吧？堵得慌。不是啊，这换不上去。 哎，对呀，这不就过去了吗？这是假声啊。对呀。那只能发这个一个音呢。你换成字儿，你就沈腾，这不一样的就过去了。沈腾，耶。
大西，对的对的，没错。嘉宾，干啥给我开车呢？门灯这儿就上不去了。上去了，你第一下上去了，你就想象你往下坐，你屁股使劲往下坐，然后轻轻一下上。门灯回来了。聊聊，对的，你假设还挺有劲儿的。有是吗？啊，太好了，训练训练。好，训练一下。聊到了吧，到了。哎呀，没背词儿呢。哎呀，我们没有词儿。没事，在他们那，他们可能记下了。我觉得他们应该记住了。上午背那两句，一句都不记了。但晨晨不是在开车吗？这晨晨心也大，他其实背词儿，他还开啥车呢？哎呦，哇，那辛苦了，晨晨。那。下车 ，Let's go。到了，到了。什么词儿来着？你俩背完了吗？背完了吗？我这没在这。没词儿啊？你背的哪一段？点为一，点为二。这是一号，一号背一号。啊，直接就来了。怎么分类的？你第一句好，可以。然后那我这个关林化石群，金姐第二句，别叫金姐，关林化石群是全球晚三蝶式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来吧，点位一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来，好，点位一，大门口，欢迎来到关林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。关林化石群是。全球晚三蝶是独一无二的海洋生物化石库。我们现在身处的崇山峻岭在2.25亿年前曾经是海洋，这就是所谓的沧海桑田。嗯，哎，是一片海洋，多了曾经二字。别发挥，按词儿说。这么较真吗？就我错了。对，大喜和刚子都是对的。这题要是给你，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在这坐着坐一天啊？你们就变成活化石了，博物馆就成你们的了。来，再来挑战一次。点位一，大门口，欢迎来到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。关岭化石群是，全球晚三蝶是独一无二的海洋生物化石库。他俩又都对了。我们现在身处的。崇山峻岭在大约2.25亿年前是一片海洋啊，这就是所谓不用提，都在脑子里，这就是所谓的沧海桑田。恭喜，耶！这赶紧撕了这撇。就没了，哦哦，一个点一个点背是吧？那还行。第二个点你背住了，我记得，那是上午的事儿。这一路早就忘了。啊，这是第二个点。欢迎来到点位二。我赶紧背一背，我第三。那咱还是第一句到这儿就行。到这儿。那我最后一句吧。行。
关灵化石对于晚三叠世的化石是自然变迁下的基点，是生命存在过的证明。来，好了，好，准备开始挑战。关灵化石对于研究晚三叠世的古生物学、古生态学、古海洋学和地层学等什么呢？刀三叫我，我先背会儿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即将进入原位保护一号馆。还有什么来着？还有什么？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。错误，都有非常重要。是哦，一个兜子，真的，是不是成心？好，我们请回到第一个点位。那完蛋了。啊？第二个完。这谁出的错？刚子，哎，他还没轮到他出错呢，还没轮到，是不是第三句有点事？你再巩固一下，是我再巩固一下。现在别巩固他，先巩固第一段。哎呀，我第一段刚从我脑子里面点了删除键。哎呦，这一共几段？今天就四段。那我就在第一段等你们了。第一段那儿给我放个盒饭，放个水，我就在第一段那儿等你们。欢迎来到关灵化石的地层园。好，就开始吧。好，欢迎来到关灵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。关灵化石群是全球晚三叠世独一无二的海洋生物化石库。我们现在身处的崇山峻岭，在大约2.25亿年前是一片海洋，这就是所谓的沧海桑田。Yes， 现在就出发。咱们到第二段，过了退第一段，如果第三段错了，还是退到第二段。退到第一段。那我就在这儿等你们。万一第二没脆呢，哥，咱再往前走走。不是，他第二段不脆，第三段也得脆。嗯，要相信他们。但这儿确实热，还是去那儿吧。来吧，哥，这儿有素音量，我们取个钟的位置来。我们仨就在这儿啊，你们对了，我也不会落我们太远；你们错了，我们也不会翻太远。就差这几步路吗，哥？来，好，来。古生物学、古生态学、古海洋学、古埋藏学和地层学等都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。化石是自然变迁下的积淀，是生命存在过的证明。好，走吧。第三段是程程啊，到你了，程程啊。程程，哎，哥对你无比的信任，我就在这儿了啊。各位朋友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即将进入原位保护一号馆。20世纪40年代起，关灵一带陆续发现海百合化石和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群，因此依山而建这个公园。回去吧。好样的。好嘞，漂亮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记住你呆呆的脸。好，来，欢迎来到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。关岭化石群是全球晚三叠世独一无二的海洋生物化石库。我们现在身处的崇山峻岭，2.25亿年前是片海洋。这就是所谓的沧海桑田。好嘞，点位二。来吧，点位二。关灵化石对于研究晚三叠世的古生物学、古生态学、古海洋学、古埋藏学和地层学等都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。化石是自然变迁下的积淀，是生命存在过的证明。正确。好。
我们仨帮你背两句啊。建这个公园，你背四吧。背四。我把三背了。两亿两千万年前生活的，就长城一个人去了。OK， 挑战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即将进入原位保护一号馆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，关岭一带陆续发现紫金花树啊，紫金花，海百合化石和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群，于是，在原址周围依山而建这个公园。成比较缺，你那第三段他就应该分着了。那么，现在的你和两亿两千万年前的两亿两千万年前生活的他们，即将开启一场跨越一年的会面。恭喜！哇！对了，对了！哇 ！Go！ 大哥们，还有第四段呢。哦，那咱们还是一人一段。哪个给我？哪个？那我帮你分半句不？有没有什么虽然但是啥的？这你就往上走吧，这是折不了。再折路可就远了啊。哦，这儿四吧。哦，这儿来了。五。哦，这个就是鱼龙的化石。哇。邓州贵是鱼龙是吧？体长接近四米，属于中型鱼龙，专家把它命名为邓氏贵州鱼龙，命名为邓氏贵州鱼龙，邓氏贵州鱼龙，邓州贵氏鱼龙是吧？来吧，来吧。这里所保存的化石数量之繁多，保存之精美是全球罕见的。而原位保护一号馆沉睡的是一条三叠式晚期。距今两亿两千万年前的海生爬行动物鱼龙，体长接近四米，属于中型鱼龙，专家把它命名为邓州贵氏鱼龙，是吧？邓氏贵州鱼龙，恭喜大家！你说你什么也没干。我要干还真回去了。哎，哪头是正面啊？当然是那头啊，哥哥。鱼龙没见过啊？没见过。你见过鱼龙？我俩以前关系好。嗨，好久不见，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。